十四年，光阴荏苒，十四年风雨历程，十四年我们历经了拓荒的艰险，十四年我们铸就了中国物流的巅峰，十四年风雨无阻是一汽国际物流人诚信的写照，十四年同舟共济是一汽国际物流人团结的象征。长春一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7月，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货物的物流集散地，同时也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零部件拆散中心和框式配送中心。公司占地72万平方米，自有仓储面积39.8万平方米，拥有各种搬运运输设备约500余台，配送客户402个，资产总额11.34亿，年营业收入6.94亿，现有员工6200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77人，外籍专家2人。集装箱业务是国际物流的业务本体，其海关监管场站是经中国海关总署批准成立的，可以提供集装箱报关报检、吊装、仓储、整箱配送、空箱返回、配重返箱及集装箱修理等相关业务。其独特优势在于海关国检进驻国际物流现场办公，形成了国际货物一站式通关物流模式，极大地方便了客户，提高了效率。在基本业务的基础之上，又衍生出了产前配送业务，形成一汽大众一厂物流中心、二厂物流中心及一汽轿车物流部，涵盖 CKD 及国产化零部件物流供应链，可以为客户提供精细化和准时化的零部件仓储配送及其他高效准时化的配送业务。出口包装业务具备专业的包装技术人才，承担着一汽集团出口车备件包装业务，结合公司的熏蒸、报关、报检的能力，从点到面拓展国际市场，分别向世界各地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整套出口业务服务。随着进出口业务的不断扩大，国际化的历史性跨越正在变为现实。十四年来，企业先后通过了 ISO 9001、VDA 6.2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获得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授予企业信用评价3A级物流企业。一汽集团卓越班组奖、生产服务体系优秀供应商等荣誉，获国资委人力资源部、中央企业先进集体，3次获得中物联汽车物流分会汽车物流行业创新奖，多次在林德杯叉车大赛中获得冠军，为中国和一汽产业工人赢得了荣誉。十四年来，我们积跬步而至千里，十四年来我们运筹帷幄而决胜。为了在新起点上实现跨越，公司在2007年通过国际招标引进全球第三大管理软件公司美国英纺公司世界一流的 WMS 库房管理系统，采取 RF 射频、报表开发、灯光拣选等多种先进技术，实现仓储经营业务全部网络化管理，100%电子单证和货物跟踪管理，目前已拥有6档管理模块及自主研发的管理报表140余种，实现了与供应商之间顺畅的信息共享和交换，为物流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信息支持。十四年来，我们不断践行成为一汽集团国际供应链成本管理的中枢，十四年来我们不断坚持成为一汽集团掌控全球采购资源的先锋，十四年来我们的不断努力成为一汽集团经营国际化的基石，
14年，我们一如既往；14年，我们成竹在胸；14年，是一段恢宏的史诗；14年，是一幅壮美的画卷。回首过去，我们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展望未来，我们定将跨越辉煌，再攀高峰。